和田玉寥寥几笔，大师雕刻。订阅玉缘和田玉，每天学点新知识。每一件好的雕刻作品都是会说话的艺术。大师们通过自己巧妙的设计和高超的雕工，赋予这些作品于灵魂。他们都在诉说着一个故事，也许只是一个视角，就让人惊叹万分。除了那些极致的美，更是在诠释着一种独特的境界。江南夜雨共采用六块玉牌，勾勒出江南烟雨，油纸伞的打开与收起,起。 只从画面的设计看，江南水乡就扑面而来。细节之处见真知，每一处的线条都是一种情到深处，可见大师的极致深厚的功底。按照设计好的稿件，开始最难的雕刻，油纸伞、青石板铺的小路，这些细节都雕刻的入微如理。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手艺，早已被人们定格成艺术。我们之所以叫这些人为大师，因为他们配得上这样的称谓。这种设计的构思，让整个画面灵动起来。 这种让人只要一眼就醉了的美，我们能感受到，但是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难处理，对雕工的要求极其严格，包括伞的纹路，雨滴轻轻打到地面上，每一个细节都生动自如。从画稿到最后的成品，每一件被赋予故事的牌子都尽显大师设计的绝妙，雕工的严谨，细节的极致。当我们看到所有的成品之后，仿佛跟着大师走完整个故事，而这些能带给我们的意境，正是雕刻的绝妙之处。 这种雕刻不仅仅是一种欣赏的艺术，早已是一种文化，一种信仰。看看这个观音制作过程，这是一块玉石毛料，设计之后的效果，这画工可以吧？按照设计修行，一块把件就出来了。这是雕刻完成的成品效果，简洁大方，没有过多的华丽设计。这是另一块玉雕设计，也是简洁风格。雕刻之后的效果，因为是白色的，所以雕刻之后会看着不是那么的明显。 看完整个作品，是不是也被惊讶了？如果你有好的雕刻成品，那就尽情的分享交流吧。